因为这里市长的团队这三年来哦，对于台中的运动，特别在志愿服务上面帮忙非常多。这是代表卢市长感谢郑理事长，感谢我们所有的运动志工。他希望我们所有的活动顺利圆满。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台中市的那个运动安全提升到做到100%的运动安全，啊，这个要靠大家继续努力。